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你骗我！淘淘。你是我第一个女朋友，我之前没什么恋爱经验，也只是老嘴笨，惹你生气，求你原谅我。别碰我，找你的徐梦露去。你再这样说，我可生气了。怎么总把自己男朋友往别人那里推呢？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只会对你一个人好。我才不信。他过去成全了寂寞，那年的字里行间，想念变成夏天，一遍又一遍，我写我的心愿一步一步。十一，成了，在这儿。我刚下班，喝点热奶茶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吃吧。你点这么多啊？上次来你吃的不也是这些吗？不是还不够吃的吗？我上次只是饿了，我不是每次都吃。哎呀，能吃是福，每次看你吃东西的时候都挺有食欲的。那我就开动了。好。师爷，今天去献血室怎么样？沈多说我这病不太好治，建议我转系。转系？那你自己怎么想的？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，有的时候吧，人就是得面对现实。你好不容易考进自己喜欢的大学，你怎么能放弃呢？这不是我认识的陆十一啊。程朗，你说是不是？今天才是第一天呢，万事开头难，你干嘛灰心啊？我又没说不治，快吃吧，你快吃吧。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？知道了。哎，那我要是治好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只要我能做到，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拉钩。你说的。我说的呀，我说的话什么时候赖皮过？而且还有程朗帮我作证呢。行，我作证，放心了吧。还有你啊，明天继续去献血室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程朗，明天周五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啊？明天啊？嗯。我有个之前一直通信的笔友，我们约了见面。不过是下午6点，明天早上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可以陪你们一块儿去。嗯。他还记得跟芒果布丁见面的事儿。
林勇，你的作业呢？我下课交给你。那我一会儿上课的时候，你是听我上课呢，你还是补作业呀？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又是特长生，你就可以这么的敷衍，在我这儿不行。老师，这次小组作业我跟林佑是一组，他没有完成作业我有责任的。是我没有算好他舞蹈团排练的时间，所以没有顺利的分配工作，才让他没有交上。老师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林佑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是。